今天带着孩子出去玩了，他俩都特别的开心。系好安全带哦。阿姨有点不太开心了，她坐车坐的有点烦了，一直在问我们啥时候到，啥时候到。晴晴还好吗，乖？我一直都很好，一直都很好。好，再坚持一下啊，小安。你要不开心的话，你就陪着姐姐说说话，跟我说说话也行啊。坚持一下，我们去鸭口村了啊，好不好？那边好像有一条小河，你可以去那里面去玩水。再给你买一个钓鱼的小网去网鱼，好吧？买两个水枪吧。都是双排的是吧？哦，多少钱一个呀？10块一个是吧？好，给。好，转过了啊，转过了，拜拜。我们现在已经开到村里面了，感觉。是吗？应该是快到了吧，因为它周边都是山了。我天啊，我怎么下车呀？这车下都是水。好，走吧。哦，来，这是谁的帽子呀？一堆人在这儿吃东西，这俩小孩开心的不得了。你俩要小心一点，离我近一点。解开你的故事，单纯的像个孩子，偏藏进了我的诗句。七月的风，八月的雨，卑微的我喜欢遥远的你。他俩现在裤子都有点湿了，暖一会儿吧，暖一会儿都干了啊。天哪，这人好多呀，估计要排队排两个小时了，到处都是人，那边还有一堆呢。还有点山，你摸我裤子。裤子还有点湿，那你撅着屁股在这晒晒吧。你就撅着屁股，我跟你说，小安，你头在这儿，身子在这儿，撅着屁股晒晒吧。不要，那走吧，进屋。我们看了有5分钟左右，找了一个小小的饭店。这是我们的第一个菜，农家菜粉皮鸡蛋。这里面是装的什么呀？粉皮。里面鸡蛋里面呀、哎？鸡蛋下面是粉皮。吃吧，小安，拔丝地瓜。这个第一盘已经干完了，阿姨跟晨晨都饿坏了。这个是木桶豆腐汤。爱吃的炒米饭，我跟你分一半，分一半，就分这么多。我们现在又来到了滑翔基地，你爸在停车，等一下就上来。好玩吗？好不好玩？